哎、欸，这么小吧，那么重。一个灰色的纸袋。这一坨是什么？啊！我要去抓困难症，你们两个学。你们这样的、哦。我要开小了先。你用导片割会不会里面你割掉？小品开箱，你要完美完美的打开。觉得看影片的人生命会有危险。敢敢去吧！炸弹啊！可以吗？爆弹，多好笑！爆弹。泡泡纸，我要完美完美的开。好笑吗？小品。等一下，你买垃圾袋呀、啊？你以为一个碗够了？够了。我还比微波还小，二十分三十。才这样小啊？推就开了我，可是就这样。嗯，我跟你讲过，别不还要小的吗？然后你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没有叫你修啊，这样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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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你又做起来是吗？你有什么作用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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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又解剖里面怎么办？它有包泡泡纸了嘛？你看手抖哦，防手真的不够好抖。你买什么宝贝？看一下啊！不完美了。小品，到底买了什么？为什么拆这么痛苦？啊，不管了，把它翻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都是？我把你打包送人。减肥用，人家把保鲜膜就拆了，为什么包破了纸？因为你还没被人拆。哈哈包着然后给人拆。没有，他一胖一点就爆了，就开始听到啪啪声。所以你买什么？买泡泡纸，因为我开店了啊！我开小米店嘛，没有怎么会跌到它？我寄仓鼠的粮食，龙猫的粮食，天竺鼠的小品的搞风仓鼠，可以去找找看哦。他不懂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刀锋兄妹。人家你哦，怎么全是包裹？太多了吧？对，我们被东西埋着了，快来救我们！这一包包一堆起来是什么东西来着？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叔叔打下的江山。江山，江山在哪里？这里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个像是衣服的包装啊，你们要一个一个看，一个一个看，还是要一次过？我有十包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会不会太多点？所以我们要完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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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开箱。哦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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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第一包。对，这是我们要开的第一包，黑色的神秘包裹，完美完美的开。然后随便随便的，随便随便的，随便随便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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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送这个，小品刚才。这强迫症患者怎么办？那完美主义者怎么办？哦，这是仓鼠的粮食，五谷杂粮，对他们健康的。那你们有没有打算试吃？没有，并没有，并没有。那这个中碗现在这个？这个还好，要暴力的开吗 ？OK。这是塑神锦，这个不是主粮，这个是配粮，给他们就是有促进消化系统哦。所以你想，你们会试吃吗？不会 ，Honey Pie。这个可能可以试吃之类的。这真的是瓜子。它真的是瓜子。哼，这个是黄金鼠的主粮。主粮是瓜子啊。啊，不是，它里面有一些饲料。这个也是黄金鼠的主粮，我们是会混着给它吃，每天吃一样的也是会咸的嘛。妈！不要！我觉得要斜斜开。哈哈哈哈哈！要随便。不要懒得开。要随便。只要拿得出来就好了。不对，哎，来，这个可以啊。不，这是他们的普通蛋白质的粮，它也不是主粮，它主要是给黄金鼠补充蛋白质。真的，我们买的这东西没有钱的要吃土啊。这是沙，宠物浴沙，浴沙，冲凉的 ，original 的吧你。哇。这应该是黄金鼠的主粮，侏儒，米罗。这个有两个蛋，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二。没有，他讲 half 加 half equal V。哇，爱心哎！哇，这灯光拍下来很美。哇，这个设计感真不错。Dreams up little world. Hello, day. My only sunshine. 哎呦，这个云有点多。Sunny, oh sunny. 啊，还有啊。
可以，它烂掉了。OK。什么刺激的吗？让我赶快动工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数播开箱啦！接下来再讲一次什么？开播啦！数播开箱，数粮开播啦！以上就是我开箱数数粮食的视频哦。可以回答我吗？怎么办？这么两年？讲啦！讲完两年的东西，我就跟你讲了。然后被恶意剪辑，一直在骂人，委屈。喂！现在我们的东西都有惊奇的，有泡泡纸、海底袋、寄送袋，寄送袋、仓鼠的粮食、其他的粮食。不要抽蜘蛛，不是这样子的嘞。仓鼠的粮食、龙猫的粮食、兔兔的粮食，还有其他的粮食哦。天竺鼠嘞，呀，快点！哎，不要恶意点击哦。我们留声音就好。你们不要恶意点击哦。你们会有报应哦。你不来看我们的明天就有报应。你这个过分了呢。这乌鸦啊飞过好啊，不会讲悄悄话。15分，我们准时高峰，你们。欢迎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跟追踪 IG 跟 FB 哦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拜。